熊后加的意思。你好。你要进去逛街？妈妈领多少？去参考。不是新的，那大家领的这么开心？他们觉得这样就是新的，可是其实都不是啊。其实不是新的。对啊。虾米？他为什么打电话？他又打电话了。他说怎么没有新钞？我说好新钞的，领出来都旧的。我要去应酬一下。有。